我好喜欢你，呜呼，高耸峭壁好美，你可以做我老婆吗？嗯。Hello， 欢迎各位帅哥美女们来到我的这期视频，我是你们绵白。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这个不养小跳斩，而且大家应该都看过很多了，所以具体的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好吧？就不要笑，哎，不要笑就完事了。那我们在开始这一期视频呢，咱们还是这个老样子，就点个赞什么的，过分吧？我觉得，来，不过分，真不过分。那点关注的小伙伴们，这个身体健康，必发财，必找男女朋友。那我们这期视频开始了。好，你把狗子吓的，这个小花豹就很过分哦，你这人家小狗吓的尾巴都夹进去了，这。你好 SAO 啊，打不过就加入他们。我知道这个小伙子可能是被广场舞大妈们给整的已经精神面临崩溃了，所以就加入了他们，可以理解，非常真实。哇，这小胖子有点东西，这跳舞跳的啊，比我好多了呀！我的个天哪 ！OK， 咱们下一个。这绝望的叫声，声音大家能听出来吗？他有多绝望啊！我八岁那年，我碰到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我24岁会黄袍加身，黄袍加身，餐餐都有大鱼大肉为伴。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算得真他妈准。至少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算命先生呢，职业道德是相当的好的啊，算得很准。这就是灵车吗 ？DJ 灵车，哦，我也想要这样辆车，哎，咚哧哒哧咚哧，哎，这看起来好酷啊！不是，呸，这好嗨啊，好嗨！哎呦，这是逆风在打羽毛球啊！哎，我有点想试试，哎，好有意思。他的对手名叫空气，哎，我觉得这个点子非常有意思，哪一天风大的时候我就试一试，说不定能打出个什么职业联赛的那种感觉。专业，这头是 P 上去的吧？俏皮，那个天哪，这是怎么做到的？他是从动漫出来的吧？太像了，真的太像了，完全一致。我是一条土耳其，被带走了。那位兄弟说，哎，你给我整不会了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歌神吗？啊，给我整不会了。小伙精神在，到哪儿都是实力派。精神小伙，这直接过马路，这就直接，哎呦，帅不过两秒，哎，精神小伙标准结局。Hey Siri， 我在听，给我来段 B-box 吧。最近练的比较勤，太 C 了，可以听一下。我可以这样玩一天。太 C 了。是 so silly， 我好喜欢你，呜呼，高手跳起来好美，你可以做我老婆吗？嗯。哎，棋逢对手啊，这个兄弟们把般配打在公屏上吧，好吧，求求你们了。听说这玩意隔音效果不错呀，现在试一下子。那酸娘们，哦吼。这个我们在受害者的这个现场啊，找到了这个手机的。OK， 那我们本期这个不要笑挑战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啊，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求求你们了。